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想要教你们如何去邀请你们的朋友来你们的 Facebook 的 page， 你们的公共主页去按赞，你们公共主页去追踪你们的公共主页。首先呢，你必须先登录你的这个面子书先，过后你要去到这个菜单的位置，点击公共主页。当你点完过后，你就要选哪一个公共主页是你要邀请你朋友来点赞的。比如说现在我要邀请我的朋友或其他人来点赞给我的这个 Big Academy 的那个公共主页，所以我就点击这个公共主页。OK， 当你进入到这个公共主页，那个你要怎样去邀请人家来点你公共主页，其实是有很多方法来做的。但是今天呢，我要教你最简单的方法。所以首先你就要往下滑，直到你看到那些你的 posting 会比较多 like 的，好像这个1850个 like， 你就点下去，你就点他的 like， 然后你就去邀请，好像这个 Roger Kun 呀，哎，这个是关注不是？好像这个。呀，这些旁边有的邀请啊，你都可以点邀请。他那个某某，呀，你按邀请，所以他就会发那个邀请函给那个某某这个用户，然后他就会收到你的邀请函，看他要不要过来帮你点赞。所以这个就是怎样邀别人来点赞，所以你可以邀请很多人。然后听 Facebook 说，在2021年呢，你只可以邀请高达200人。就是说你每一天只可以邀请200人来点你的那个，来帮你的公共主页点赞，所以你要注意这一点。所以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为止，我们下一堂课我们再见，拜拜。